其实我儿子是来看熊赛的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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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常跟 Brandon 说，像你不要觉得演艺圈就是随便进来，因为你是谁谁谁的小孩，然后你没东西就可以因此而红之类的。你们如果可以像熊仔叔叔这么会念书，然后又这么会，而且 rapper 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歌词都是自己写的。对，熊仔的东西是不是随便愤世嫉俗的乱谩骂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言之有物，而且是让人家在他的歌词里头都是道理，所以我觉得我儿子喜欢熊仔，我自己非常开心。看自己拿奖会宣布一些喜讯吗？结婚啊？你疯了吗？我不是结过了吗？我好不容易跳出来。我儿子跟女儿今天都在现场，只不过我找不到他们而已。好，可是我儿子是来看熊仔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偶像啊，当然。真的，我常跟 Brandon 说，像你不要觉得演艺圈就是随便进来，因为你是谁谁谁的小孩，然后你没东西就可以因此而红之类的。你们如果可以像熊仔叔叔这么会念书，然后又这么会，而且 rapper 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歌词都是自己写的。对，熊仔的东西是不是随便愤世嫉俗的乱谩骂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言之有物，而且是让人家在他的歌词里头都是道理，所以我觉得我儿子喜欢熊仔，我自己非常开心。哇，谢谢小姐，真的好感动哦。我要说的是，其实客语的虽然数量没有华语专辑多，但客语的每一张都是精英。啊，当然啦，每一张入围的都是最好的，但我要说的是，那些专辑大家真的如果有时间去听，我真的觉得我只是代表出来领奖而已，因为其他专辑真的非常优秀。谦虚了，谦虚，我是真的了，我就差不多比他们唱稍微好一点点，所以我得客语歌手嘛。嗯，但你也想得专辑啊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做得不错。看自己拿奖会宣布一些喜讯吗？结婚啊，或是你疯了吗？我不是结过了吗？我好不容易跳出来，我立刻要准备演唱会的那个彩排了，后天，而且8、9号吧，又要飞内地工作，所以庆祝的事情留到演唱会唱完，我会带孩子到日本玩几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